1月14日消息，据官八爆料，19岁的关晓彤疑似与23岁的台湾男星李宗霖传绯闻，二人疑似因为拍摄电视剧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而认识，而两人的微博更是多次甜蜜互动。另外，李宗霖的很多微博都是关于关晓彤的，毫不避讳对关晓彤的喜爱。随后又有网友晒出疑似两人同框的照片，网友表示自己是在1月5日在北京某地遇到关晓彤，当时他正在吃冰淇淋，而他身旁跟着一个人疑似是李宗霖，照片中两人都戴着口罩，男方看上去心情不错。对此，有媒体向关晓彤方求证，关晓彤的母亲回应称这是一场误会。关妈妈表示，男方有意愿和关晓彤工作室签约，所以私下见面是谈工作的，而关妈妈他们也在场。